现在4点了，凌晨4点，刚睡醒了。今天起这么早是因为早上买了一张火车票啊，我怕睡过头。去网吧玩一下游戏啊，刚好小蒋也在网吧里面。这个网吧上通宵的人不少啊。今天必须要跑了。我早上买的火车票。早上啊？几点钟？9点。来，喝杯饮料提下神。好。我操！现在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准备去火车站，坐地铁过去。现在到地铁站了。早上的第一班地铁。坐绿皮火车坐了6个多小时，现在到了吉安火车站。这个地方离我老家还有100多公里，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回老家，因为身上没多少钱，还没想好啊。现在这附近找个小宾馆先住一天再说吧。现在出火车站是很方便的，什么都不用看了，刷个身份证就可以出站了。